我是阿鹏，刚才去砍了一次这个玉米梗回来，等一下要喂牛了，打好草就喂牛。加油一点不？加不加油？等一下打霜来了怎么办？果子打落。明天应该看得好吧？哎呦！这个果子还蛮结的，现在还有一点酸，但是这个果肉很脆的。这些长得都开裂了，这些都笑眯眯的了，开裂了，这些都坏了，不能要了。出来吃一点这个果子，就不用吃午饭了。一般我就很少吃午饭。都可以随便挑一点好吃的果子，就不用吃午饭了。不吃午饭了，那一天就可以，每天都不吃午饭，可以节约个5块钱这样子。其实有的钱都是节约出来的。你看，如果一天只有5块钱，一年365天又可以只有买到钱。攒个几年又可以买一台车子了。如果是讨老婆的话，女的要彩礼的话，也可以把那个钱节约出来。也可以有那个彩礼钱，多攒个10年8年，讨个老婆，那个彩礼钱也有了，就不要担心那个彩礼钱没有了。其实这个钱，小钱都是靠攒出来的，大一点那个钱才是靠挣来的。其实每天接我个5块8块还是有用处的，所以我一般都是吃2餐，不吃那么多餐，就不要花那么多钱了。这些都捆好磨了，走了，回去了，吃几个果子又得了午饭了。